等一等，衣服上有千万细菌，每天回家传播到家里，危害家人健康。全新碧浪免洗除菌喷雾，居家环境卫生指南建议，进门衣物先除菌，促进家人健康。每天进门一喷，99.9%除菌，更能24小时长效抑菌。进门衣物除菌，一喷全家安心，也能用于其他植物。细菌不在，心常在。结束了一天的拍摄，回到房间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换上舒适的衣服。干净的衣服可以让我放松下来。想知道我的衣物洁净安心小秘诀吗？碧浪抑菌留香珠，长效抑菌更留香，一瓶搞定，解决看不见的细菌困扰，给我极致的安心守护。还特别为你准备了惊喜小福利哦，快来碧浪天猫旗舰店变成我的同款安心好物吧。这就是碧浪洗衣凝珠，一块一颗，一块试试。宝洁12周年店庆，一块来玩。宝洁12周年店庆，一块来玩。很多时候，看不见的才是关键。就像衣服上的细菌，总是去了又来。如何才能彻底消灭？全新碧浪，除菌。杀菌、抑菌，三效合一，看得见的污渍，看不见的细菌，一颗搞定。全新碧浪，除菌、杀菌、更抑菌，给你最安心的守护。生活中细菌传播无处不在，如何才能长效抑菌？洗去 99.9% 的细菌，更能长效抑菌。舒肤佳泡沫洗手液，强效抑菌，让我守护你。新上市碧浪衣物除菌液。自己平时运动跳舞出汗，衣服都会容易产生异味。一博也这么喜欢运动，有类似这方面的困扰吗？我没有，我完全没有，因为我有它。运动出汗再多，我也能保持清爽的神器，就是它，碧浪抑菌珠。其实人的汗水呢，本身是没有味道的，是因为衣服上的细菌不断滋生，才有了异味。碧浪这款抑菌珠有独家的抑菌黑科技，可以抑菌18小时，细菌不再来，就能够时刻保持清爽。使用起来呢也非常的方便，在放洗衣液之前呢，像我这样倒半盖的抑菌珠，就能够抑制细菌生长。来，这瓶给你，下次记得用哦。细菌不在，但心常在。平时工作再忙，我每周都会用碧浪除螨洗衣液做一次床品的大扫除。平时这些和我们皮肤亲密接触的毛巾、床单，其实隐藏了非常多的细菌跟螨虫。今天给大家推荐我的安心之选。碧浪全新升级的除螨洗衣液能够高效杀死螨虫，而且它还能除菌、杀菌、抑菌，不仅能够彻底杀灭细菌，还能72小时抑制细菌的生长。衣服洗后细菌再也不会回来，让我感觉特别的安心。再忙也要记得定期洗床品，最重要的是一定要用碧浪。唉，今天拍了一天了，衣服也送脏了，得拿去洗一下。等一等，今天在外面接触了这么多人，衣服上肯定会有很多细菌。喏，记得先加这个碧浪抑菌珠。第一步，先倒入碧浪抑菌珠，
再加入衣服和洗衣液。衣服不止除菌，更抑菌，洗完还有清新的香气。18小时长效抑菌，一天见再多的人，去再多的地方，也有满满的安全感。喏，你也试试吧。